不知道长官昨天说他自己是这个正牌的正蓝军啊，他会不会是担心自己的蓝票被你抢走流失了？我想他已经忘记台北市民已经超越蓝绿八年了吧，这个是好像八年以前的想法吧，所以我不晓得这么年轻的万委员怎么会还是有这种封建式的想法。我想问一下说这个林科市长说这个陈时中的仇恨值比较高，你有这样认为吗？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他自己的评价啦，那我这种事情就是让市民去评价吧。嗯，那你会觉得他年纪太大不适合选？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啦，这个是他的权利，所以也没有什么由还是要回到让市民来评价。嗯，通常今天是这个当担任副市长的最后一天，那心情？今天对，因为我今天还要做导览员，所以今天还有很多的市政行程要跑。心情啊，心情就是，这是我，应该出社会之后第一次失业，所以请大家帮我找工作。我觉得心情还不错啊，因为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每天早上5点起来，然后不用去开晨会的话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状况。来王明勇刚上先工作，我们来这边逛街好了，对。心情很好。那你怎么看说会不会担心说因为今天还是副长最后一天，但是呢还是这个有行程跑好跑满，会不会担心被质疑说行政不中立？这是我的工作，做一天和尚要敲一天钟啊。我产发局的那个好像就只有您是主要的那个联访时间，主要的我今天还是副市长的身份啊。我想我们会把这个工作，商圈是我辅导的重点工作，今天就算是最后一天到最后一分钟我都会把这个工作做好。那你们知道陈时中等一下要来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商圈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来啊，这很正常啊。那这跟行政资源已经没有关系吧，对不对？谁都可以来。OK， 那